夜战前催，强力别动。防御力劈。老板，其实说实话，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好的结果。天赋技能也垫掉了，贵术也还在，这回再回炉才厉害。刚才的七技能打成了，他也用处不是很大，他得养个好几年，他就是占一个造型好看，还不算是个应酬，对不对啊？让你直接回炉你又舍不得，这样的话又感受了中间的过程，然后又能回炉了，而且红速都还在，这回你再找一个力劈化魂一盒啊。老板，这只宝宝如果出垃圾我可以给你贴500，没有八技能以上的力劈我可以给你贴500，你要不要？就等于如果出垃圾的话，这只宝宝你花855买的啊。可以，我个人给你补贴500，你看你搞不搞，要不就搞那类妖啊。这组已经不分主副了，主副都能出东西，有10技能或者8技能带特殊就行了。5 4 3 2 1，发射魔化劈者童子，红书希望全都在。第一个技能必杀，第二个技能偷袭，第三个技能反击，第四个技能夜战，第五个技能连击，第六个技能无射魔诀，神技冥思，保底8必杀偷袭。连击来的有点早啊，不要无射魔诀，不要无射魔诀，来力劈，来力劈啊！恭喜老板9技能啊，力劈高资质高成长，跟刚才来讲完全是两个宝宝啊，跟刚才来讲完全是两个宝宝。双特殊啊，9技能啊，这赚多少不知道啊。